节目，我们欢迎新加入的来宾，资深媒体人胡孝成，孝成哥。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哦，新北市议员李婉玉日前呢，其实之前就有一个床罩风波，当时这个风波还蛮大的。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李婉玉又上三立的节目专访，她又爆自己的料，她说她当时是被民进党立委刘建国给欺骗了。原本说好呢是要一起出来说没错，我们就是恋爱 ING， 但没想到最后却是被分手。一起来看。那我确实就是跟他在一起四年，我就是在一起，我又不是跟他偷情或干什么的，我到底这样是做了什么东西呢？回忆床罩风波，李婉玉话说得很伤心，但提到男主角刘建国则再次爆料，我是被他分手没有错啊，答应我就是要出来把话说清楚。说什么？说清楚。我们就是交往中，我们就是这是我们的私事，跟公领域没关，所以以后请你们不要再继续讲这些了。他发声明之前的三小时，他都还在跟我通电话说要出来开记者会，然后三小时之后，我就突然收到记者传真，就说议员那个委员那边已经有发了一个声明稿，你要不要回应？被狠狠摆了一道，直说被分手，不止谈男主角，甚至还大谈曾经和刘建国传过绯闻的人。我诚信立委乱爆料的嘛，我不是之前就节目里面就讲过，那个女的就爱刘建国爱到要死，台风天还跑去开车在路边等。你们都知道啊，然后被我发现了、啊、我还去踹他的车啊，因为他有病啊，他就只要看到刘建国车子一出现，他在后面猛跟，跟到自己去撞安全岛，然后我们还要帮他叫吊车啊、哦。可是这个女生也怀恨我，就是恨之入骨，他觉得说要不是我出现的话，可能刘建国可能会跟他在一起。外界猜测李婉玉口中的诚信立委就是民进党立委陈吟，不断被扯进来，陈吟则是整个早上待在议场内低调没回应。有需要再做这样的报道吗？谢谢啊。事件男主角不愿再谈，但李婉玉则加码爆料，创造风波后这个人大方献殷勤。跟吴志刚的交往吗？没有，他有追我是事实啦，他就看到刘建国这个新闻，他就安慰我，他就跟我讲说他一路以来看我这样，他觉得我很不值得，因为我是对男朋友非常非常好的人，他就是好人，他就是那种 nice 的那种好人那种。可是好人跟滥情有时候是一线之间，不是？可是那就不是我喜欢的型，他不是你的菜，不是啦。李婉玉无所不谈，也让过去这段复杂的三角恋情再次浮上台面。三立新闻黄大洪、周凯台北报道。其实政治人物对私人的感情这个生活其实还蛮保留的，但是李婉玉她就是大拉拉的，她敢爱敢恨。那孝成哥，你昨天也在现场嘛，你看她是讲到越来越气是不是？的确，那个男欢女爱本来就是一些很个人的人之常情啊，这样子。那你要爱谁，然后谁不爱你这样子，然后这个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个人的自由。但因为他们越是要涉及到一些所谓的民意代表的，也就是说是公领域的这个部分上面，因为大家会把公领域的东西拿来跟他们的私事嘛混在一起。这个不是说当事人讲说我，你大家不要看我的私领域，应该是看我的问政表现，看我的选民服务，看我的专业表现。的确，这都对，都没有错。但是普罗大众，我们就是八卦的，八卦民众嘛，大家就是很八卦。所以当你开始在八卦这一部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话，就也会掩盖他原来的专业表现。我想这个是一个那个整个社会上面一个台湾现在目前一个普遍现象了。那昨天他点名了很多人哦，但这些人点下去的话，我比较清楚的就是说，哦，原来有没有一个吴先生有没有不是他的菜？这点我是确定的，那其他是不是他的菜呢？这我是不知道。这样子，那显然的话，有是他菜的话，他昨天有讲过，有承认过，像例如周志鹏委员嘛，他讲说他之前有没有交往过？有，他有。嗯，好，他说有，我们他那个什么高委员他有交往过，啊 ，OK， 这个确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另外他说什么建筑师有没有交往过？他没有，那个是什么什么讲一大堆那个这样子。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告诉了大家，他也透过这个公共平台，也不告诉大家说谁是我的菜，谁不是我的菜。或者那种菜，我过去有没有常吃，但是现在不爱；现在的话有没有又喜欢，有没有未来的各种菜有没有？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话，他可能可以有一些的别的选择性，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是一种表达，这样的表达呢，一个女生来讲的话，我个人是给他竖大拇指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能表达出今天有没有你个人的情欲跟包括你的这个喜欢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很难呢。如果你说你今天像我录影录那么久，有没有每次人家问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像我的那个同学，他会讲，只要是女人就好，像他都会这样子讲。所以不是，我不会这样讲。我心目中只有我太太一个人。我说我啊，不是说你。你刚才说他凶哎、欸。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讲，当然李婉玉她昨天的那个状况的话，她主要在还是大部分在澄清，就是过去媒体对她的一些报道。像例如什么，可能在什么在酒店，在 KTV 门口的时候，什么踹一个人啊，他说其实那个助理他都闹着玩的。他又说什么啊、那个在酒店里面那个打人事件嘛，他其实根本没有打，因为这个本案的确都已经就是终结了嘛，就是主管局就是没有去上人的状况。大家就是对簿公堂。对，这个就确定就这个样子了。这样，那还有另外的话，还有包括一些那些种种的一些东西，他昨天其实很大时间都在讲这个东西，只是后面的时候有没有
他就开始在谈到这个感情问题的时候，就大家最关切的东西嘛。嗯，到底就是说他，你到底这个感情又怎么样？可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李议员最近怎么样？就最近的走针状态，可能跟这个感情应该是有点关系的。现在是空窗期的这种感觉吗？不是，因为被情伤过后，总会有一些那个在情绪上面抑郁难分嘛，对不对？有忧郁啊，然后会有一点这样子非常悲愤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开始有没有要去情绪走脱？一走脱的时候呢，一想到大家有没有，然后跑十一脱之后，一看外旁边是出双入对的时候，然后里面就是整个就有没有投射心理有没有悲从中来？那多喝了几杯之后，然后就断片，一断片之后，然后就跑到那边去，一看说啊，哇哇就出了事情。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情况是走针的，因为我昨天其实昨天在录完之后，在门口的时候，大概稍微小聊一下子，我个人感觉应该是这种状态，就是他的那个其实那个情商的问题哦，对他是有一点，应该是有一点这个失控的那个，不能讲绝对因素，因为爱喝也是他的个性嘛，主因之一啦。因为有的时候失恋呢，你在想到上一段感情，可能是伤心多一点，有的时候是生气多一点，你看他是生气多一点。我看他的话，在这个部分上呢是伤心加生气各一半。为什么？因为他昨天在谈到这个最后这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我有注意到他的那个眼眶的部分是有点红的，不是没睡饱、哦。虽然他有没有讲过他吐了一天，有没有困几缸被困几缸的话，可是有没有？他基本上来讲，那个部分上面你仔细来看，他其实这边是有点眼眶有点红的。那你说他是不是很气愤？当然气愤。如果不气愤，昨天也不叫噼噼啪啪的，有没有？然后就讲那么一大堆人出来，吓得我们下巴都掉下来。我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多？又扯到立委，又扯到谁，还扯到那个什么前县长？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火炮四射到那种开始，我已经觉得说走真的越来越严重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议员，你看是不是婉玉？他就是比较敢爱敢恨，他的个性就是也不怕你看这样子。他是我的同事啊，那也是我的云林同乡。其实这几个人我都蛮熟的啦。我觉得他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豪迈豪爽，啊，其实虽然你人味也十足，但是真的很多个性就像男人，真的，嗯，哥们这样子，所以他的跟他好的朋友也算很多了哈。但是就情感的交往来讲，因为以前他们交往都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嘛，都是男未娶。那在那个床照之前，就是那个照片曝光之前，你们就是已经知道说台面下他们的互动是？我其实，在云林，因为他有常去帮他跑通啊，对对对，所以大概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有公开去谈。也没人敢点破，就对，大家都看在眼里。大概也知道了，是啊，所以这个来讲，当然对他，我记得那件事情对他来讲算是受伤蛮重的了，因为他都讲了，对不对？他刚刚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片子也是，他是公开承认的，只是说后来就这样子跟约定不一样被分手啊。当然就女人来讲，那更情何以堪，但就算男人也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个打击了啊。但这个有时候当为公众人物就有很多无奈，说实在，因为婉玉在还没有当议员之前，本来就是话题人物了，说实在，所以在这个问政的过程，大概很容易被聚焦、被放大解释。我是在议会看到他后来这个事情之后，然后补上议员，我看他还算蛮认真，有要想从这个振作起来的感觉，从这个领域，因为他选的时候没有选上嘛，所以大概也有警惕，认为说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再跌倒，而且他下一回也是用无党参选，可能会更辛苦，所以我看他是有要努力，所以摊喝跑摊哦，说实在，跑摊来讲，我是不喝酒，因为我不喝酒，人家也不会勉强，但是我看他在跑摊的过程，几乎跟那个以前的政治人物，早期的政治人物都是干的哦。嗯，东豪哥，那我想请教，因为他有讲到这个过程中被分手，其实主要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刘建国他想要选县长，他觉得县长的这样子就是未来县长的身份，他要当候选人，那跟比较好像桃花事件不应该这么多，这个考量，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哈。为什么讲？因为刘建国跟林婉玉在一起，根本在地方上不是秘密。因为刘建国那时候选举的时候，李婉玉都有下去帮忙，然后他还要服务处的人规划一些路线，那当然他不能批那个刊秀嘛，所以我不晓得地方上他用什么名义了。那李婉玉是作风是强势的，所以李婉玉曾经讲说是刘建国的幕僚群反对，可是你想想看刘建国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一个立委，因为幕僚的反对
就要跟李婉玉分手嘛。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他们两个人相处之间衍生的相关问题。不过那么讲，如果当时没有发生那些事情的话，或者那些照片没有外流的话，也许有一天李婉玉真的会变成县长夫人。但两个人主要还是很多个性的问题。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刘建国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绯闻传说，可是我们知道的时候确实是刘建国跟他在一起，只是走到这一步哈，你说是分手被分手，其实都是个性，个性，那只能说个性造成了一个悲剧。那对李婉玉来讲，这个事情是一年以前，可是他还是念之在之了哈。那你再看刘建国的反应，就是跟他过去啊，因为刘建国在等的就是下一次的机会啊。哦，可是因为刘建国他每次遇到这个事情，他都是这个要问我嘛，他其实都不想要沾上边啦。不过我们还要来谈一个话题哦，到底这个事情有这么严重吗？上一次在桃园呢，有桃园市议员，他叫社会局长面壁思过在议会里面，而这一次呢又换成了谁？换成了客家局长。客家局长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就被议员赶出议场之外。很多人要问哦，你们到底这个议员是要来问政，还是要来修理官员的？带你来看，一场我请他出去。我请你出去。官员被询回应议员质疑，没想到话才说完就被轰出去。你这样的态度，刚讲了，请你出去，请你出去。被赶出议场的是桃园市客家局长蒋捷安，一脸无奈，转头看了议长两次，还是被请出门外。代表一个局长带人啊，副市长。代表你带人是不是有该要检讨改进的地方？头也不回走出议场，背后议员还是继续数落。看看时间，10:42，时间倒转44分钟，9:58，市议员林振峰声称蒋捷安见面不打招呼，娇生惯养，也当场要他出去。一个小时内，局长二度被轰出议场外，史上头一遭。那我也希望就是说，议员的问政能够回归理性，那不要因为个人的好恶。必须尊重议员，所以平常这样议员的话都是一定要鞠躬打招呼的，议员理不理我们又是另外一回事。其实除了把局长赶出去，桃园市议会一周前才发生面壁思过事件，乱七八糟。因为议员黄婉如不满，社会局长吴子龙回应，就要他面对墙壁罚站5分钟。当时桃园市长郑文灿才要求局处首长不需要配合议员演出，如今类似事件却再次重演。腐坏的互动绝对是市政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不过这样子的火花呢，其实是有点不利于这个议事的运作。虽然明代质询天经地义，不过把局处首长当小学生教训，有没有利议事进行，恐怕只会让民众惊叹桃园市议员好大官威。三立新闻综合报道。任俊哥请教，是不是真的好大的官威哦？在议场里面，你问政，你把你想要就是说想要问的议题，然后市政的相关，你就是问嘛。但是叫人家面壁思过，把人家轰出去，这样子是不是太超过了？有时候我们其实从中央的像立法院的问政，一直看到地方的问政。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像现在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真的值得大家去思考。也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民选的这个议员，他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民意代表，他今天要在这个地方展现他的质询。说真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有问题，你就是展现你质询的功力，想办法把问题逼出来，让这个问题摊在阳光，人家才知道你在干嘛嘛。结果每次你现在看到了，尤其在桃园，我才不太懂啊，就是为什么桃园会变成这样？你有议长，你也有这些官员在这个地方，那居然是讲到不高兴，我觉得我不喜欢你的回答，你去给我罚站，我也觉得怪。你在官员还真正的乖，还刚看了，我觉得我真正乖乖给哎呀，而且是面壁思过那个感觉，离墙壁还真的很近，我看他那个样子也很怪。那现在也更奇怪了，现在我回答一下不开心，你给我出去，那出去啊问题咧，他就是负责这件事情的关系，你之所以要质询他，不就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有疑义吗？结果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一言堂。我不要讲说用作秀这两个字眼来去批评讲说这些叫人家出去或罚站的这些议员，或许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职责，可是就一个民众来说，他希望透过你的问政，我觉得我赞成你问政嘛。如果今天你能够因此而找到一个真正问题的根源，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改过来，称入你认为的这么严重，那你 OK， 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那我就问他今天质询的这件事情真相是什么？你有官员的说法吗？你有他告诉你讲说为什么那件事情会变成没有，完完全全到最后变成一个议员的个人的秀。那这样子其实对于很多的人来说，事实上就会觉得很怪。也就是它不是一个民主政治好的一种发展的方向。那我也认为官员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什么叫做不卑不亢？
你的职责你也必须要回答，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回答人家对你的这个质疑。如果他今天要羞辱你，我老实讲，官员他必须要尊重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意代表的质询，但是你也要想一下，你今天代表的也是一个政府的部门。如果你真的没有错，人家叫你出去，你就出去。他是议长排斥的，议长就说：“我的公嘛，为什么你要在这里议长，你要安尼走？”嗯，你的议长你要做的事情是议事中立，你是让议事的顺畅能够这样做。如果你今天告诉大家讲说这个官员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出去啊，盖头卖礼拜六啊，你就不要发他进来，你就不要让他进到里面去被询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的政治。如果今天连议长，我想议长为什么大家看待这一个？就是你必须保持议事的中立，他没有党派的问题。如果今天官员羞辱这个所谓的议员，或者议员羞辱官员，我觉得站在议场的角度来讲，你不是偏袒任何一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是因为在这个桃园的这个议会里面，你看到了两次，一次是一个官员站在那里面壁思过，反正难道议长也觉得这是对的吗？或者是今天叫他这个人都出去，你都不要再被询了，然后赶紧立下公各说各话。哦，那真相是什么？对着空气讲话。哎呀，真相是什么物件啊？瑞德哥，你怎么看哦？他是不是的确就是秀过头了，很想要上版面？事实上呢，我觉得桃园市长郑文灿这个之前讲的话，可能必须要由桃园市政府的这些局处首长啊，这个要深深记在这个等于说心里面。你这些桃园市政府的这些局处首长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代表的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局处首长跟这个单位，所以不是议员叫你怎样你都得配合啊，叫你去面壁思过你就面壁思过，叫你出去你就出去。然后议长叫你才是你就出去你就出去，官员有官员自己本身他的职责职务跟他的尊严存在，阿伯利的麦州规的官员很简单，还有担当，很简单嘛。所以你看过去国民党时代，过去马英九在做这个台北市长的时阵，台北市议员很多的民进党的也是找他麻烦啊，马英九还不是嬉皮笑脸的跟你顶回去，对不对？事实上你自己本身啊，当局处首长的时候，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当然要看对方这个议员他所这个身所攻击的目标到底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话，你可以理都不要理，叫你给面壁思过，你是我老母小，我讲坦白的，我是幼稚园老师啊，你是我老师啊，是我老母，也才叫我给面壁思过。你可以砍他的预算没有关系，你可以把他特资会砍掉，我都赞成。你怎么可以叫他面壁思过呢？他不是小孩子，你搞清楚啊。那你可以不要做，他可以这样说，但我可以不要做。那议员的质询的时候，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还有道具都很多嘛。那你可以不要理会他嘛。但问题是你该坚持的，你还是必须要坚持。为什么？因为这是你公领域的代表，要不然你给他做这件事什么官？你今天当这个局处首长要有担当，没有担当你不要做这个官。那很简单，哎，议员有他自己的这个问政的方式，但大家千奇百怪，什么东西都有。就像刚刚讲的李婉玉，你知道李婉玉这次事件为什么李婉玉出来道歉，为什么做那么大了吗？我今天要是李婉玉的对手，我明年就把李婉玉的这个酒醉的这个画面全部不断 replay 重播就好了。这对他最大对他明年的选举有多大的伤害啊？李婉玉这次选举，因为我的户口在板桥，然后呢，李婉玉是落选头啊。他是因为人家等于说啊，那个当选无效，他才地补上去的。在板桥要用无党籍选举，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国民党、民进党两个夹杀，你知道吗？那我问你嘛，我如果是当选底的话，最底层的话，你是我的首要竞争对手，我就把这个酒，你酒后我被乱，我被闹这个，我就把不断的放，不断的放嘛。你怎么选举啊？你攻击到底不好啊，对不？你说到底不好啊？你怎么选出一个喝了酒后就这样？你卖给他攻击到底就靠嘛？就靠个理由，你今天你还有不幸就闹到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妈妈的烤肉趴，我跟你讲，他扬言说连杀你都有可能啊，你知道吗？所以在如此的情况之下，身为公众人物，尤其是民意代表，就算是议员嘛是赶快，你一定要非常小心你的言行举止。那么为什么警察单位啦，还有很多局处单位给你方便的原因，是因为啊尊重你的新婚嘛。对不？因为你是议员嘛，你才看我的预算嘛，你可以质询嘛，说我给你方便，但你不可以把它当作随便。喂，我们想请教，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有很多的乱象啊，之前也有被泼水的啊，或者是说穿什么月光仙子，他们这样可以博版面，是不是问政都已经歪掉了？当然，我现在想说，一个民意代表问政，最主要就是希望政府官员能够针对他的问题回答。如果回答不满意的话，当然你就可以咨询他，或者是删他的预算了。但是我现在看不出来，你请那个政府的官员，然后走出议场外，到底对你的咨询有什么任何的帮助？坦白讲，这一点是我非常的质疑啦。但是我觉得地方的议事堂跟国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地方大部分是因为复数选区啦，他一个选区里面可能选三个、五个、十个不一定，所以他只要有
还是有支持者就可以选上，足够的人选让他当选就好，他不一定要过50%嘛。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很辛辣，甚至很脱序的这样问政行为，但说不定他连任的话，他是非常的非常的顺利的嘛。这是我们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现象之一啊。但是在立法院，立法委员就没有办法这样了。立法委员的问政，你可以看这几年来，因为媒体的监督，还有现在资讯的发达、通讯的发达、网络的发达之后，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立委的问政，他几乎都是往中间来靠拢哈。以往要借由非常脱序的行为，然后博得版面的那种几率是越来越少了。其实这也是我们民主政治进步的一个现象之一。我记得我前几天在一个场合遇到一个老的民意代表，不过他现在没有当了，他就在我言谈中，他很回味在20几年前他当议员的时候，他又去处理事情，到派出所啊，因为有人打架，年轻人打架，他就硬要把他那年轻人把他带出来，那警员不愿意嘛，不认为说啊这违反规定，但是他就很强势的硬要把人带出来。我觉得他是蛮怀念那个他以前当民意代表那个日子的，但是我知道现在实在是不可能这个样子，因为现在都年轻的警员，像网络这么发达，你要去带人，谁给你容易啊？谁给你上网嘛？其实这就是我们政治人物。赵豪委员讲到今天的时事了，真的随时就会上网。我们来看到，像是在台南市议员唐碧娥，她日前是参加公祭，她是秘书哈开车，但是她车子呢就是停在公祭的入口，挡到别人了，于是呢就有人叫她移车，没想到这样也爆发口角，还被拍下了影片，一起来看。台南市议员唐碧娥服务处秘书跟殡仪馆的礼仪师在公祭会场起口角，请疑是议员的车子停在入口处，影响到临车通行。送袂落啊，我袂停啊，停车要用哦，要停下啊，该讲一下呢。大眼瞪小眼，直到唐碧娥出现，秘书才心不甘情不愿离开。而他驾驶的这一台银色轿车，走在几分钟前载着议员来到会场，车子倒车违停红线，你先忘停这里耶。更扯的是，违停地点刚好是告别式正门口，秘书不顾旁人规劝，照停不误，一下车甩头就走。目击民众拍下过程，PO上网还原过程，说秘书坚持要停门口，不解到底是你参加公祭重要还是棺木重要？议员车子乱停也引发轰击，实在太不尊重往生者以及家属。这边先道歉。议员紧急灭火，认为事情被放大，刻意操作。反控当天不只有他，另外还有两名议员的车子同样也乱停，却没有遭到殡葬业人员驱赶，觉得是差别待遇。从政20几年以来，我从来不会耍官威。也不会耍特权。咱来甲讲，拜托来无你车小载者，阮的灵车要来，因为要出发了嘛，安尼袂得啦。其实殡仪馆都有规划停车格，唐碧娥秘书当天图方便，想说只停一下下就走，不会耽搁太多时间，但挡到灵车出入被规劝，还满脸不悦跟礼仪师争吵。虽然是个人行为，但也连带影响到议员形象。三立主理事和洪淑珠台南报道。孝成哥你怎么看哦？这个只是一个秘书而已，结果他开车因为挡到别人，他还吵架，吵到登上了版面，他议员要出面来道歉。那个有句俗话这么讲，就是小鬼难缠哦。所以小鬼难缠指的是什么？有时候阎王老子他不见得一定会这样子有什么官威这样子。那刚刚看到那个议员刚才态度的话，他也觉得说，哎，这他也是蛮无辜。为什么？我想在当时那个车停在那边的时候，他也不知情嘛，他应该还在那个灵堂里面在公祭嘛，或者在慰问家属这样子。那问题就在于他的一个司机。那你在司机你挡在那边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是很好沟通，重点在于你动得了灵车呢，老大这个东西有没有？你不觉得跟你老板有点触眉头吗？你挡人家灵车怪怪的吧？所以我就想说你这个小鬼难缠哦，你要耍一些这种你的一些我们不能讲的特权，就是说你觉得说他可能觉得我今天就停在这边，问陶哥出来起尊重吧，我就近可以接到，他可能也蛮忠心的啦，好这样。但是他没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其他坑爹收窄，我灵车正好要出去，这个对冲好吗？这个对冲的话有没有？这个对老板来讲的话有没有？心情会很无助的。所以那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唐议员哈应该是这样子，一看完说哦你红线停到也没什么，所以他一开始也不讲说啊你停一下那我要去，我想他现在应该心在想哎唔丢呢，我停这边我最也是跟灵车对冲呢，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那我倒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直会对这个议员哦。其实议员本身不见得会有问题，像刚前面的话，那委员有讲过嘛。其实现在目前的那个所谓的从中央的到地方的，其实就像是什么样子，因为人吼就媒体大家都借用在用，都已经很像什么一层浓雾在那边这样。所以每一个的委员跟那个民意代表，都要搞得自己像那个什么欧金菇一样，有没有？突然间在浓雾里面要发光，
他才可以让人家看得到他存在价值在哪边这样。那为了搞出这种存在价值，从不才搞出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之后，你就看到一大堆像前面的那些，这个叫那个什么官员出去外面罚站面壁思过的，泼水的也有，在里面弄那个布袋戏，有没有？记不记得还有一些什么在台北市的时候，对，还有包括前阵子王世坚议员的嘛，连那个什么香炉都拿出来了。你说你问政的话，你能弄那么多给息在那边，只有一个目的嘛，就是今天要希望能够媒体能够报道我的这个这样的诉求。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些民意代表是不是真的很辛苦很辛苦？那这些是从哪边来？他的一个助理提供的。另外还有一种的话，是我要跟很多地方的一个民意代表们比较特别的警告，你们有一种的所谓的助理，那个助理叫假助理，在我们概念里面叫假助理，他就是在讲难听外围的啦，哇，我原来这种哎，你可以讲他是装脚也对啦，这样。然后这些人呢，他也拿那个所谓的助理服务证哦，也是那个助理证的那种模式，有没有？他在外面有恶行恶状，什么事情有没有？你真的很多不知道。出歹行行程说，哦，这个人我不认识，那不很好笑吗？那不认识的话，有没有他拿你的服务证，那是拿假的吗？是去 copy 的还是干嘛？5块钱买一张吗？不可能嘛。所以我是觉得，既然有这个状况的话，大家好好把心静下来，重新把你们外面内围跟外围那些哦，高拐的、诡异的那种特别奇怪，还有会老板动不动给老板带触眉头这种的，有没有一次处理掉？好，孝成讲的是有内围跟外围之别，不过呢，其实有一些议员他本身素质其实就有问题哦。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议员他自己就是开赌场了，东豪哥。议员开赌场不是什么秘密哈，因为一直都有这一类。可是如果副议长用议会里面的这个副议长办公室开赌场啊，这个就比较厉害，在议会里面就开赌场了。而且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吗？通常警察抓到你也不敢进去抓，所以在议会里面哈。在副议长在你那边开赌场、哦、其实是最安全的。你底下来在东调哈，第一个所有的摄影机你全部议会自制、哦、全部不怕被收证。第二个警察不敢随便进来，因为进来一定要先打招呼。但是这个哈、哦，我讲这个例子当然是比较早以前哦，比较极端。可是这几年哦，议员其实他一直通常都习惯说，你要给我面子，你如果不给他面子哦，他一定让你难看。所以你看到那个官员被赶出去的时常，那个一定后面还有故事。然后像桃园那个交通局那个局长被罚站面壁，这个有点要讲一下，这个有点特殊哈、哦。通常罚站哦，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那官员就离开哈、哦，我们是第一次看到那官员真的就站在那边罚站。你哪叫你乖呀、啊？修高一乖，就还是给议员面子。好、哦，但是我讲这个后面一定有原因。可是罚站绝对不是第一次。我们北部哈、哦、东北角有一个县，不要县的名字我就不要讲了。他们就宜兰县嘛，还有哪个县？这花莲算不算哈？这一两年就发生过一件事情，那个议员质询，他的质询也是罚站，就说我质询你不准坐下，不准那个，就你要站在那边，一直在那边立正站好，而且立正站好，就这样质询。然后还有怎么样的质询呢？就是这个质询到一半、啊、他就叫你出去。你知道，官员被赶出去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那这一切哈，其实还有一种最常看到的是什么？警员被叫去罚站的。通常来讲，你稍微注意一下，每隔一段时间，你一定看到什么？议员哈敲那个酒驾，敲北罗来，然后怎么办呢？议员呢就叫督察盯警员刚好，然后呢局长呢怎么办？就只好带着警员去道歉。这一道歉呢，就是要立正站好，立正站好。那警员年轻的警察就很不爽啊，就会怎么样？就会上了靠北警察，就会这样子。然后呢，议员呢就要出来道歉。所以现在呢就变成一个生态。可是只有一种人不敢做这种事情，就是局长。局长不能去靠北局长嘛，他不能去泼嘛，他只怎么样？事后我跟你讲，一定会去道歉，一定会去道歉，否则那个事情会没完没了。那这个就是台湾的议会的生态。不是，当然不是指全部，可是呢，每隔一段时间，你一定看得到这种故事。好，但没想到的是哦，这一个桃园的议员哦，他不是叫这个局长离开吗？现在他又被人家恐吓了。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好，我们来看美国学者的这一份报告，他说他取得了中共内部的文件，在2020的时候呢，中国大陆解放军将会武力犯台。但是呢，其实这个学者后来说，你们搞错了啦，我的报告的内容重点是要说，可以确定的是解放军将会面临失败的命运。但是呢，他也很想要透过这本书来传达说，并不是解放军2020攻台这一个计划，而是这之前这几年呢，马英九他的两岸政策虽然是小心而保守的，是比较轻中的，但是呢，中国大陆还是准备要攻击台湾。带你来看，挑战中央权力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习近平对港独提出严厉警告，并且再提实现2个100年的目标，弦外之音就是借此对台湾喊话。有学者分析，其实2020年并不是中共武力犯台的最佳时机，而是2049年。2021是要达到经济上全面消亡，在这个时候，在台湾海峡发动战争，这个目标显然就达不到了。学者判断，习近平的第一个100年是在2021年的建党百年，其实就是要达到中国经济上的小康，只有经济稳定之后，才能谈2049年，也就是建国100年，来完成中华民族大复兴。在2025年之前，美国对亚太的驻军军力基本上还是相对于中国大陆还是有相当的优势。但谁说台湾只有被统一的选项？古代著名预言书《推背图》第41项99年陈大错就预测，中共会在2048年悔改认错，并且回归中华民国。其中一段称王只合在秦州，这秦州指的就是中国大陆。总的来说，也就是中共取得大陆只有99年，永远取不下台湾。两岸会不会开战？不仅全球关注谁统一谁，更是双方未来角力战。三立新闻杨丞琳、吕凡台北报道。好，到底是谁要统一谁？到底是2020年还是2049年？瑞德哥。事实上呢，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2020年中共绝对不会攻台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从1949年到现在都想要攻打台湾，都想要拿下台湾，但是不会发生在2020年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你要讲的是一些根据啊，讲的是一些科学的数据。那么中共在19大之前呢，进行了很多的个人非常佩服的整肃。你看他整肃，从薄熙来、周永康一系列，一直到我们都认为不会整肃的徐才厚、郭伯村，这些军委会的副主席，过去从来不会整肃，过去只要当过常委，就算你退休了，那么也不会遭到整肃。可问题是，习近平全部整肃，连他的接班人都已经指定要接班人的照样抓起来，你知道吗？所以呢，习近平跟一般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大家都预料，他不会只当10年的这个领导人啊。那他可能会继续当下去，至少会当到15年。那么，因为他在整肃军方，他不止党在整肃。你不要忘记，这次在朱日和的这个阅兵啊，只有他一个人，最高领导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以前都会把中共的这些元老啦、这些党政军的全部都叫来，对不对？这次只有他一个人，一个人以后呢，他告诉大家他是最高领导人，领导然后党指向哪里？你就给我打到哪里，意思就是军权他要一把抓，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中共的军队现代化之外呢，另外把中共这个军方里面的领导权一手全部抓在手上，所以他现在必须做的是稳定他自己内部的党政军政啊。然后呢，事实上呢，习近平必须做好这件事情了以后，那当然跟我们台湾有关系的就是国台办。国台办的这个主任呢，张志军这一次呢中箭落马了。那么这个我个人认为统战很厉害的郑立忠也已经再见了，所以国台办政府都下台了，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共国台办在19大开完了以后，习近平的人马他拔擢了谁？因为习近平的国台办的政府主任的人马一定是习近平的心腹，所以未来他国台办的这个态度跟他的这个讲话，事实上就代表习近平真正的一致的这个等于说走向。那么现在之所以说他2020不会攻打你的时候呢，我请问各位嘛，40万中共大军要横渡台湾海峡到台湾来，请问你啊，他要有多少的两栖攻击的这个载具，也就是包括运输舰等等。那么很奇怪的，台湾有少数很支持柯文哲的媒体，昨天连续发了好几则新闻，其中有一则新闻我印象非常深刻，说在北京发稿，说涉台人士，中共涉台人士说啊，他们只要
第三十一集团军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瘫痪全台湾。哦，我听到起来，你连那个飞机有无吼起飞到台湾来嘛，要找环境对吧哈？这个很多事情的言论呢，听起来好像听起来足恐怖的。那时候飞弹拍过来，那时候那时候台湾要那个，我甲各位讲啦，狮子这大只，狮子这么大只，几个拳头木大小的刺猬就可以让那个狮子吞不进去。台湾就要当那个刺猬，你很小，你没有它那么大，但是你就要很多的刺猬。台湾的飞弹密度跟台湾的飞弹数量哦，目前为止至少我知道的超过快要一万颗，不是你想象中的几百颗，是只仅次于以色列而已。所以台湾是一个刺猬，要怕人哦，一个拳头不都高啊，哎呀。所以呢，现在重点就在于我们台湾有没有那个能力。那个国防部长撑两个礼拜被人家笑，对不对？说啊，你问张西白，你啊，我这边讲，那边他讲，我们一定投降，我一定为你站出来。他这样讲还被骂、欸，对啊，对不？你总比过去国民党那个统治的时代中，我们一定会反攻大陆，我们一定会把对方歼灭在那个什么台湾海峡的对岸，你别往上面去歼灭啊，对不对？战争讲的是实力，那当然我们不挑衅，希望两岸都和平啊。而且事实上，现在中国自己内部。你说中国内部那个推背图也好，烧饼哥也好，小弟我略涉一二啦哈。到底以前人讲的话信不相信，有没有可能预言成真？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准？我比较好奇。但是我告诉各位，中国其实最大的危机啊，习近平为什么这次动作这么大？中国最大的危机不在台湾，不在美国，在他自己。中国现在的人，他现在贫富悬殊，好给人是好给他加西人对吧哈？他贫富悬殊。如果当很多中国人那个每个月的月薪都超过台湾人的时候，我问你啦，表面上喊的是共产主义啦，过的是资本主义啦，然后呢，大家都这么豪奢，这么豪华，什么人要战争？战争的结果什么都没啊，什么都打回二十年前啊，谁要战争啊？那到底到时候的中共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质变造成量变，那整个改变？没人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资本主义非常的可怕。你看看现在中国内部的那种贪腐，有没有那种豪奢啊，那种不得了的一切，你可以发现中国内部正在改变当中啊。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但是自己要改变。我们当然要 F-35B 的最先进的战斗机，然后要最棒的那个 M1A2 的坦克车啊。人家还没有卖你的时候，那你就要去做啊。你看我们的飞弹。做的差不多好的时候，美国卖种双爆跟卖跟你差不多的东西给你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自立自强。昨天听说 M60 那个我们的那个现在在使用的战车，我们现在的炮打出去的炮弹竟然没有办法打破这个等于说中共战车的那个盔甲嘛，现在都要改变了。105公里的都把换成120公里，表示你要改，你要做。那这些进入外去走，那我们全民要站在这个地方，都莫啊，牙都牙棍啊，吼，弄被弄你领导对吧？吼。不是跟他签一个和平协议，拜托罗马麦克麦克嘎帕，不是的，而是身为一个捍卫你家里的人，滚啦，勇敢压起来，过来门牙靠，我的妻儿子女都在后边，我过来门牙靠，讲哦，好大你鬼来，都是安尼嘛，你要有这个本事嘛，他是一只狮子很大，我要当一只小小的这个所谓的像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刺猬，让他吞不进去。好，狮子还是继续发出怒吼。我们来看到，这是最新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曝光了。它其实是一个初稿。那初稿里面呢，对台的路线呢，就两岸定位啊，还有对台政策上面，比起十八大还是更的强硬。这里头呢，我们点出一个重点哦，就这里头它有讲到说，六个任何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时候、任何形式、任何一块中国的领土从中国分裂。他们就是要文攻武吓，把你先吓一吓，委员。我想没有人的希望战争的发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了哈。但是这一方面也不能只有我们单方面做这样的期待，我们还是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刚刚主持人桂雅所揭露的那个美国智库的报里面，其实他有一件事情值得非常我们去深思的。他说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虽然采取的是比较轻松的态度，但是中共那一方面其实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这任何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重点。重点就是说。中共要犯台，他如果要武力犯台的话，他是不管你怎么乔装跟他很好，假装跟他很好，他是意思他不用找任何的理由，他都可以用武力攻打。所以我们其实本身要做，我们不做那个挑起战争的那种导火线，但是我们本身要去做好这样万全的一个准备嘛。而且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需要去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好，当然我们也反对这种我们反对。
我们穷兵黩武，但是我们不能去讲说动不动就是说啊，那没法度，然后可能像有些某些媒体所报道啊，找分间哦，把别人的报道说十分钟就可以把我们封锁线所完全的摧毁等等，我相信他人志气，我觉得那个都是有一点太吓自己，神话对方，我觉得太吓自己，因为现代型的战争就是要看彼此能够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少嘛，就罗瑞德哥刚讲的很好，现在。中国本身它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商社会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不是我们要付出代价，哎，中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怖平衡的一个状态嘛，所以我们本身必须要拿捏的非常好，而且最重要，其实我们面对中国的这样军事武力的挑战，我们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那个基本的敌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啦。我们就算买了最好的武器，训练最好的士兵，最好的部队。但是如果我们那个最基本的敌我意识如果都是不见的时候，万一如果真的发生争端的时候，我们的军队他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让建立这样敌我的意识的健全，把有不要一味的把向中共的示好，这我觉得这是非常基本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可是中国大陆它包括解放军绕台，这是它的一个手段，让你觉得害怕。还有包括呢，它还拉拢我们自己台籍的人哦，把他拉进中国十九大当代表。那当然，这个人呢，他后来已经入中国籍，但是他这个是有宣誓意味的。任俊哥，我想过去曾经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案例啦，比如说去做这个所谓人大的代表或者相关的这些，那他都标榜就是说这是从台湾来的。我觉得他要。他塑造给外界看的，当然这一些人就是表示说两岸啊，他就是在一起的嘛，所以连台湾的人通通都来参加这所谓人大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过去他通通都有存在。可是桂雅刚刚所提到的那一块，是我们在这一年里面确实看到，以前中国大陆即便对于台湾文攻武吓，你最多听到的都是他在什么东山岛巨型演习，比较远。对，那他现在不是，他现在是已经摆明告诉你讲说，我就是绕着你的台湾来飞行。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如果就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国防白皮书，从2013、2014、2015、2016到这几年里面都一直讲到了一个时辰，就是2020年中国大陆其实可以针对攻台的话，它可以做好它的这个所谓的备战的准备。那当然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建军备战是有关系，因为这包含到说它在这一两年里面，你看到它的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成军，它现在动动两也已经成立了，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的估算。可是你完全你能做好这个所谓攻台的准备，跟你要不要打台湾，这是两件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在过去这段时间看到这个所谓共机绕台，它要进行威吓，很多评论也大概比较倾向说，它的威吓是要给谁看？不是给台湾看，它是给大陆、给美国看的。它是告诉美国跟日本他们讲说，其实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能力，可以做这种所谓远航的这种飞行。那我觉得其实现在不要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说，看起来这个媒体如果报道的是为真啊，就是说他这个流露出来这个版本基本上是倾向于更硬。那这种所谓更硬的手段包含是我是不是要阻绝台湾在未来国际外交上的全部的空间，包含到你刚提到的是不是只有在这个所谓武力的部分，还是有没有诚如刚刚其他来宾讲到说经济的部分或其他的力量的威吓。但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台湾这近二十年来，从1996年97年台海危机一直到现在，这二十年来，其实每次只要中国大陆有大的动作，你只要看看台湾民众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在哪里，反应在选票上，反应在很直接的告诉你讲说你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有实质的帮助还是没有帮助。我觉得这个很明显，这几年就是这样过，二十年下来都是这样。所以现在有一些人认为说，今天流露出来说媒体所报的这一个说哦，他接下来这个所谓六个方向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以后要更硬的部分，是不是真正代表习近平他未来能够做的这个方式？可是我赞成刚刚瑞德哥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武力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愿意自己去做加强？这一段时间，包含现在传说捷克的这个国防部的他们这个副部长的这样的一个层级的官员，都要到台湾这边来看我们一些自主研发的一些东西，甚至也不排除要希望能够了解蓝雀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其实象征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台湾在某种程度上面，我告诉大家我有自主防御的能力，我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时候，那个力量实际是会扩散出去的。所以，与其去揣测说中国大陆什么时候来攻击。
中共十九大之前，现在有一份美国学者他们的报告曝光，说2020这是习近平下令要攻打台湾，到底有没有可能？董豪哥，我以为那个论八月又来了，因为我们当年呢、啊，那个时候李登辉时代有一本书论八月，1995年论八月，你知道那本书本来他找出版社要出版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说笑哎、欸，结果这本书大卖，卖到再版再版再了十几版，那作者跟发行的那个出版社都赚翻了啊。所以你现在讲那个2020攻那个中共攻台，我不晓得会不会大卖哈，因为这个英文的要这样，台湾销路会比较差一点。不过回过头来讲一句话哈，就是说他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哈，一定是最后手段，因为成本太高。如果在外在环境没有形塑好之前呢，不会走到这一步。什么叫外在环境？就是美国跟日本的态度。那台湾的安全一样，如果没有美日在背后支持，台湾的安全就是像国防部长讲的，是撑几天。那撑几天？撑20天跟撑两个月有多大差别？其实差别不大，所以关键是什么？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外援？那台湾在处理美日关系上面来讲，只要处理得好，那么所谓的不管是哪一年攻台，2049攻台，那都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